就是这样走一走走一走，谢谢大家，谢。天下第一名 ，Yes。天下第一名 ，Yes。是队长，队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性感妹妹大牙。哦。Rain 帅不帅？帅。黑人帅不帅？OK， 范范姐姐就是很有耐心，明明就有些妹妹已经没有在状况里面，通常这时候应该就是制作人会说，那你要不要去喝个水休息一下？但是没有，她就说真的很好，你再一次再开心一点。耶！哎呦，好感人！是欢乐的节目吗？很开心可以来上这个节目，而且带这么多舞群来。没有，喂喂喂，他们不是舞群哦，是他们是那个我爱黑社会的妹妹。你就是我儿子每天在看的那个节目，对啊，掌声鼓励黑社会们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妹妹。哎呦，哇！这当然就当然是小奶奶呢，你姐姐你美照啊。你讲话声音是本来这样子吗？黑丢。刚才遇到意外很难报案呢、啊。警察叔叔，我们家有火灾哦。没有人会相信哦，知道哈，乖哈。因为是队长。队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性感妹妹大牙。哦。牙齿的牙，因为牙很大。大家好，我是气质妹妹小薛。小薛很漂亮。太阳。太阳族。太阳族的话，我会。你会吗？哦，真的吗？伊斯巴拉当，恩恩爱爸爸。啊，那个爸爸爸，哎，是不搞不呢？哎，哥哥这边搞到到到，我一个机会得，啊，不搞到到到到到到。这个妹妹应该很会表演，很会唱歌。很会，他们超会。他们今天就是要表演那一首歌，就是我帮他们制作的这首歌。那个报歌名，那个歌名是《我爱黑社会》。掌声鼓励！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好棒哎！那个范老师，范老师。哎、我有一个要求，是这一团可以借我一下下吗？好啊，就是我们天下第一笔啊，有一个招牌动作叫天下第一笔 ，yes， 然后大家一起看那边，可以跟着我一起，两个先示范一下哈。好啊，天下第一笔 ，yes， 好可爱哦，很诚恳的望着远方的。那我也可以参加吗？当然当然当然，在这边哈，预备开始，天下第一笔 ，yes。那你自己念一遍哈。天下第一名 ，yes。哈哈哈！越有那昂啊。听讲因厝人拢安尼，他说弟弟也这样是吧？对他们家人都这样。阿公嘛安尼叫厉害，阿公叫人骂加班啊。哎，那你这样说，他们唱片不会很辛苦哦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真的、哦。因为他们九个人声音完全不一样，哇！然后要放在同一首歌里面，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找谁适合唱哪一句。那个怪声妹妹，范老师严格吗？范老师对我们都很好，明明就是可能唱不好，他都会鼓励我们说：“你唱得很好，真的，我们再来一次，真的。”对对，真的，范范姐姐就是很有耐心。明明就有些妹妹已经没有在状况里面，通常这时候应该就是制作人会说：“那你要不要去喝个水休息一下？”但是没有，他就说：“真的很好，你再一次再开心一点。”没有，我们时间很短啊，就这么五个小时要录这么多人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。小贺、啊。现在囡仔讲俄罗斯鼓，范老师这边是立铜像啊，你敢看没？我感觉好伟大、啊。我们要歌颂一下姐姐好不好？我们范范非常的伟大，黑社会。他们真的是，就是我都会在心里面骂一骂而已，不会骂出来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总是成功的啦。对啊，他们真的很棒。阿莲，你再合作一次好不好？再合作一个歌。哎，就老师跟学生一块来嘛，一块。老师果然是老师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厉害厉害。但是老师，您最近伤势还好？哦，会摔成这个样子，唱歌唱一唱啊，这是跳下来干嘛呢？我真的是少根筋。然后那个演唱会7月2号，然后妹妹们都有帮我。七月几啊？对，7月2号。农历吗？国历。国历。还好啊。最后我就要去谢幕嘛，就要谢谢大家。我就觉得那个舞台就是变成2D 的，本来是3D。就觉得还可以，还有延伸出去，我就这样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然后就唰就消失在镜头上。哇，你可以拍武侠片呢，真的。那个再走一遍好吗？唰配音蛮不错。好，就是这样走一走，走一走，谢谢大家，谢。
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个黑先生都没有表示意见吗？他那时候在非洲去做公益，然后他我以为他认祖归宗。大家都说他怎么回家了，奇怪。没有了，他就去做公益啊，所以他有打电话。有打电话。啊，这些妹妹有安慰你吗？我们就很担心范范姐姐，就是在现场后都很担心，但还好真的没有大碍。等一下，你鼻子把捏起来讲讲看，这样。幸亏没有大碍。赶快晕了。所以我平常我平常他的鼻子没有用嘛，鼻子拿掉算了。最近有一首歌跟韩剧搭在一起的，对 ，I Think I， 就是那个浪漫满屋，就是 Rain 演的那个。Rain 帅不帅？帅。对。黑人帅不帅？所以你们要钦佩范范姐姐的功力，真的是很厉害。队长，对，要以范范姐姐为目标。没有了，真的，他们都好厉害。而且跟你讲，每一个人都会自己的专长，超强。比如说妹妹，她很会跳 hip hop 的舞蹈，而且她很会装可爱。你说她吗？对，老师，你随便下一个什么音乐，她都可以立刻跳。现在把音乐拿过来吧。不一样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跳遍给你看。1、2、3、4。啊，这是我们年会。OK。厉害哦，好喘哦。来了，好好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些妹妹哦，对你真的不错、嗯。真的，她们很棒。不是，她们很用心。真的哈、哦。送你一个礼物。送我一个礼物，真的礼物，而且不是用手拿的，手没有办法，手没有办法，用卡车推进，用卡车推进来，什么东西可以用卡车运来啊？快买嘛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天哪！哇！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！好，车子开进来啦。同时呢，上面有这一只，这是要送给你的。哇，顽皮豹！哎，顽皮豹！破哥哥、贺哥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那个外号就叫顽皮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，你看我四肢就像长瘦瘦长瘦瘦长，然后又很笨啊，跟那个顽皮豹一样，就常摔跤啊什么的。但是顽皮豹也是傻人有傻福，我也是。搞了半天不是送车子，送这顽皮豹啊？猛哎！顽皮豹坐车子进来，哇塞，那也太昂贵了吧！重点不是是心意的问题了哈，而且是小朋友送你的，这是我们一起写给你的卡片。哦，好，糟糕！哎呦，我要哭了啦！找那个来，那个儿童生的来，来念一段来，你写的部分在哪里？我写的在下面。来，你干嘛哭了吗？我写说范范姐姐感恩你给的一切，我们一伙人还有很多很多的梦想要一起完成。哎呦，好感人、是欢乐的节目吗？哎呦，没有，因为他们呢、就是第一次帮别人写歌、然后我第一次当制作人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成就感，然后跟他们就是朝夕相处，就觉得很有感情，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跟他们，就是可以怎么样，他完成他们的梦想，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的实践。啊，好感人，掌声。希望你们继续带领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啊！好，谢谢。